潛力股啦，邊只潛力股咧？咁可以留意一下只山東新華製藥啦。咁潛力嘅能源來源咧，都係在於咧佢個技術走勢咧，好似有啲勢頭喎啊！呢排啲藥股啊，琴日講只同仁堂科技啦，咁今日好似都有啲升幅啊。升 2.5%， 不算十分勁啦嚇。咁山東新華製藥都是藥股啊嚇，藥股咁呢排好似有啲勢頭啊，唔知同呢個新冠病毒有冇關係啦。總嘅嚟講咧，唔好理佢啦。你睇個技術走勢咧，就係、是、咧就好似啲人一路都買啊買啊咁啦。咁呢個山東製藥亦都係咁嘅狀況啦。一睇就睇到兩個咩？兩個底啊嘛，一個底。兩個底咧，嗰個營造嘅時間咧，依度同依度咧，同依度到依度咧相近喎啊，都係比較靚嘅雙底嚟啊，叫做啊，咁而且穿埋頸線，雙底頸線係幾多咧？$4.08啦嚇，$4.08穿咗，咁啊今日穿嘅，配合大成交穿咗，咁所以咧有機會咧就進一步咧就走高啲咁。可以等啦嚇，等咧就去今日都成4.7%，再急升之後，通常咧我都成日講啦，有回試後抽嘛，試翻重要支持嘛，等佢回試逼近呢個重要支持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搏一搏啦，短線操作搏佢咧，回試後再重拾升勢，就完成佢個量度升幅目標，甚至乎超額完成佢升幅目標，咁嘅話咧都有一啲水位去玩下噶嚇。所以咧，可以留意住啦。山東新華製藥，不過如果個唔好彩跌穿翻頸線，或者$4失手咧，咁就當然要控制風險啦嚇。